是我这眼，你这个白痴，脑子不好就回去吃药。你说什么？找死！不要冲动，这小子很强，先替我护法，等我疗伤一番，再联手击杀他。江南天，你恢复了？已经恢复了。不知道你是自信还是无知，敢放任我疗伤，我们会让你尝到自大的苦果，你受死吧！江南天，如果不敌无极，你有逃脱计划吧？那是必须的，洪老弟，你就放心吧。快，咱们冲上去！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力量！快跑！灵儿，算是不能伤我们。一定是木离哥哥。无极，你太鲁莽了！杀招怎么能轻易使用？每用一次都消耗巨大，而且对自身伤害不小，有很强的后遗症。再多用几次，怕是你的筋脉都要尽毁啊！他这是在为我打掩护，要我配合他吗？碍事的人就不必了。说话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无极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江南、荆州的人何在？来人！我江家乃是超级大家族，一呼百应，江南高层武者都在这儿。你想杀我？我看你怎么杀我！北盟长老何在？北盟长老在此，参见盟主。三个武尊。北盟盟众何在？北盟盟众在此，参见盟主。无极那边突然出现这么多高手，单单武尊就有三人，这江家是靠不住了。这次驰援江家，可是为了以后仰仗着中金江家的势力。现在北盟无极联手，江家不保，我等也不必再战。日后说不定还能攀附无极，他可是北盟盟主。撤！喂，你们别走啊！父亲，你们回来！我儿，快叫他们回来！江南天，我等奉劝你就此罢手，还中京一个太平。若你罢手，之前你江家的劣迹，我们一概不再追究。如若不然，灭你满门！你们说什么？竟敢！江南天，你欲杀我，不能活，自行了结，可保你全族人性命。无极，你高兴得太早了！江老邪，这就是你说的后手，掏我体内纯阴之气！我真是信了你的邪！父亲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，祖国人体的阴阳平衡，男人被采走阴气，会生不如死的。帮主，我先走一步。这是合欢门的采阴补阳功法，看来是他指使江逆流打入合欢门，难怪他想得到灵儿的玄阴体。如果灵儿没遇到我，这老鬼怕是要逆天。欺我灵儿，不能活，辱我心妹，必须死。兄弟，我会照顾好你的家人。死吧，无极！这是什么攻击？我竟然没有看清，这三人就被剁碎了。这无极的境界真是深不可测呀！江家气数已尽，这南边的天真的变了。根据武盟总部的情报，北盟全称为北周家族同盟，成立于2031年4月29日，是由金湖省北周市各大家族组成的一个联盟，而无极竟然是北盟盟主。加上无极和没到场的柳无声，北盟已经有5个武尊，今日之后，北盟恐怕要一举惊艳武道界，成为华夏的一个顶尖势力。这对于华夏是福是祸还未可知。如果无极和武盟能同心，这武道盛世对华夏的冲击就能降到最低。木离哥哥，灵儿，刚才江南天运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有某些变化？没有啊，
刚才我和妈妈躲得老远，都没看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是吗？那就好。无极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鞭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多事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，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，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正面刚，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，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